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轩。哇，今天又来到海边，这边来赶海，这边也好久没过来，差不多将近一个多月没抓螃蟹回去给小孩子吃了。然后今天带上我的土出来再转一圈。海边人嘛，出来走走就有走火，不怕。来，我们开始寻宝，开始。哎，哇，这边，我以为是桌子蟹，我以为是兰花蟹，然后这个。空壳的，这应该是退壳的，那等于这片海域有吧？那我们给它找一找，来吧。嚯，旁边，看他们又要出去钓鱼啊。然后我过两天出去，我们去这边找货就不去。哎，这边刚才好像有动静，啊，嚯，看，嘿，现在他们看到了吗？嘿，兰花蟹，兰花蟹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哇，今天第一个收获，还拖着一个这个怎么出来？抄出来，来给他收了，第一个收获，嘿，我们去前面找，到那个岩石排水口那边去找一下，看有没有。哇，这个桌子蟹可以呀，嘿，这个是母的，来吧，跟大成回家，嘿。张牙舞爪的，哇，这个肥啊，这个是桌子蟹，这个是母的，给它抽了。来，这个垃圾带不走就不带，走，继续找货去。哎，这边看，你跑，跑了吗？被跑了，哇，看到一只，哇，这给你，应该躲在这里。这哪里底下？跑到我这边脚下了。我还在从我脚旁边跑过去，那转没抓到就不要它了。个头也不大，刚才那只个头也不大。来，这排水口的，沿着排水口我们也给它找一下。我这边看，哇，石头蟹，这只可以，这只够大吧？还夹着什么？独臂千金啊！给他做了，来，我们到那个排水口去看一下。来，我们这边先给他找一下，看有没有货。不好下去。这个，没漏的，要是有漏的，这个就大了哦。来看一下有没有，螃蟹吃的。我上次过来这边腊螺挺多的，今天怎么连腊螺都没有？螃蟹，抓一个准不了。坐，感觉也没有漏网之鱼啊，那我们出去吧。沿着海岸线找。看在干嘛？在喷嘴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必须给他走了。没远的，一大截你就没远跑都跑了。哇，这个夹子真的挺好远的，我好长时间没远了，给他走了。哇，走了几次了，看打架。我们找货。我炸！看，新蟹，哇，这只差不多一年多二年吧，应该有。哇，这只也可以，给它做了做了。不管战期，这二只一先做了再做，今天都是螃蟹。小孩子有口福了，今天这个会继续给它煮的。哇，小伙伴往那边那个岩石场去看一下，这边感觉找来找去也没货了。可是那边走过来挺累。也是几二十分钟吧。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家人们看到吗？哇，所以说这到海边，眼睛一定要练。有我蛤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头可以，给它做了。这个蛤蜊可以，给它做了。哇，还可以呀，做完还可以。我们继续往底下去找去。走，我们找火去。哇，等一下，哇，这
这垃圾得给他带走。哇，这水煮的玻璃漂流瓶，煮饭的漂流瓶给放在这边，看看看。哇，这是可以，哦，这是章鱼哥大。我也给他好好抓起来，来来来来。哇，这只可以吧？应该有个连襟，应该是有的。给他先做了，我们继续找货去。直接爆图，放进去直接爆图，你看。来来来，进去进去进去。哇，原来要跟螃蟹打架，这两个是天敌呀。哇，这底下看一下。哇，感觉沾超了吧？哇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看这阿张哥给不给力。都要出来了，走走走，我们往外面走。哇，看见今天收获，收获还可以啊，看，呼呼，天敌大战，这两个可是天敌啊。这三个，哇，刚才跟着漂流瓶过来嘛，是在那边喝酒。那个漂流瓶是不是酒瓶啊？我看，天敌大战，一只章鱼，哦，还有，这个应该是酒吧。这个给他带走，刚才章鱼在喝。然后几只螃蟹吧，这些螃蟹就拿回去自己煮着吃吧。这个拿去卖，这个应该也可以卖个几十块吧。啊，螃蟹小孩子要吃，我们就拿回去。还有一个蛤蜊，今天中午这些要是拿去卖的话，整体也可以卖个两百，也挺不错。那走了，我们就牵回去，把这个螃蟹给他家煮了，给小孩子吃了再说。走走走，到家了，我们这个给他处理一下。螃蟹，煮螃蟹，我小孩子挺喜欢吃。然后今天，刚才那只章鱼在那边卖了一百多一点点吧，一个游客朋友买走了。然后这几只螃蟹去抓回来自己吃，煮给小孩子吃。这个很简单，煮这个螃蟹最简单。这个煎片给它排在上面，最好是翻过来。然后这只青蟹太坏了，它不安静。这只也太坏了，管它呢，盖上锅盖，煮熟了就可以。等一下小孩子回来就可以吃了。来，小孩子回来刚刚好，那这煮好了就给他放在这边，等一下小孩子吃。那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然后希望大家的宝宝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